好，来，同样我们最后梦中的婚礼啊，这个最后的爬音哈，就是假设第三次了，所以就是一样在包八这个位置，就是啊，西这个收下去的时候，跟这个左手一起下，然后就用就是我有画颜色嘛，左手的话是指法是5321，好，然后右手啊，是这个弹。手西瑞发，然后用5321指，哈，然后右手啊也是弹五，就是一样弹一样的音，5724。那两只手都是无名指不按，好，所以你先全部一起盖章，然后你看得到你现在按的音5724，5724，它是一个 G minor 和弦，G minor seven，哈，你就练习上去下来。好，可是啊，你要第一时间能够找到它不容易，所以你就分开练习。上去下来，另外一只手也分开练习。好，那你练习看看，可不可以突然盖章，就表示你练完。好，如果还是找不到音，表示你对这个谱不熟。好，这个模子要怎么样刻在手上？原地一直按没有用，要盖章，这样才算把这个手型练完。好。所以你的目标是左手接右手，左手呢从右手的上面绕过来，马上找到这个印章，然后右手啊，它弹的过程中右手就可以离开了。好，从这边接，最后我们要停在收，停在收哦，哈，最后的音不一样在这里哈。然后左手呢，你就是悄悄的下来找下加一点的五。整个过程是渐慢的，所以你可以慢慢弹。所以我示范一次。